全是大概一分钟。乡亲们、女士们，大家好，我是昨天打开新奇界的大门的上上直播，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是周五。打洗地比赛今天的主题是这个。这手机的功能啊，并卵是什么功能？好，这次也很多朋友参加了，所以我准备奖品。如果在节目里面提到了五次，我会给他一些持续大概一分钟的特别的周边。好，那今天的评委是这两位，第一位是微博大号美丽速报学生，另外一位是视频作者老方杰先生，谢谢你们的参加。好，那首先介绍美丽速报学生选的微博名字，上下不聚散的这个评论。这手机的新功能软并软是什么功能？長さ 13.5 センチ、あるものの長さがそれを超えなければ自動爆破。理由：长度 13.5， 手臂的长度当然超过 13.5 啊，难道是身高腿长？当然也超过啊，是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空气，是阿姆斯特朗号软并卵。那么手机的话，基博三三还是不太动了，会爆炸的。你在说啥？我在说超过 13.5 厘米啊。好，那接下来老方杰先生选的微博名字 ADY097273 的这个评论。这手机的新功能软并卵是什么功能？最初の1秒だけ通話無料。理由：好可电话挂断之后，在宾馆苦等半小时的我，终于等来了拿着象棋盘的对方。啊，原是象棋啊！それからちょっと僕老方姐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ったので聞きました。彼すごいフィーリング割れてるんで、どういう訓練をしてるのかって聞いてみましたら、答えがこちら。就是每天练，但不用大，重要的是日积月累，腰很重要。嗯，好，因为要记住，腰是很重要的。听说，听说。那么看看点赞比较多的评论吧。第一个是100个100天3的这个评论，这手机的新功能软并软是什么功能？1時間電源を切るごとに1時間使える時間が増える機能。软并软。下一个是 All Blue 的微博さんだ这个评论，这手机的新功能软并软是什么功能？両親や彼女がロックを解除すると3秒後に自爆する機能。这个有点有用。最后一个是人欧式的酱面さんだ这个评论，这手机的新功能软并软是什么功能？なめてロック解除。嗯，我要。好，接下来介绍日本网民的回答是这样子。iPhone を見つけると勝手にSiriをナンパする。ランビンワン。折りたためるけど折りたたむと液晶が割れる。ランビンワン。褒めると照れて熱くなる。这有点酷。好，那最后跟我一起说是日本今天的理由是这个。それ化石ですか？それ化石ですか？それ化石ですか？これは昔の携帯電話や昔の家電製品を使ってる人に言ってみましょう。多分殴られます。じゃあ今日は中継し、今天晚上会发布，欢迎来参加。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新的就我的微博微信还有这个频道，那明天见，拜拜。